这一台公车最适合的话，应该就是幸福巴士吧。Okay. 面对2018年底台中市政府预计中横巴士的开通，6506幸福巴士行经南投的路线即将暂停营运，可以看出司机对这条经营将近20年的路线百般不舍。当然会舍不得啊，因为这一条路线每天都经过，然后也真的也都感沿路上不管是店家还是沿路上有平时有搭乘我们公车的大家也都认识，然后忽然没有跑这边还蛮舍不得的，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啊。